大家好，我是胡哥胖子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大型的开箱啊，这是公博刚回来的一批盒子币，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。哎呀，这批是河北公博回来的啊，最近河北公博有点延平啊，我们还算他公司旗下的，跟他有点关系啊，但是打分数打的也很不客气啊，非常的惨，一半的零标接近。三分之一吧，都是那种03、05、06、01、06、07也有好多，反正我看了那个答案啊，就先放边上吧。啊，这个河北公博回来了，远古前辈，能比啊，还送了我们很多这个啊，可以放边上。看起来挺干净的，干干净净。看一下。这个差了90多块钱，加清单呀。这一堆都是他们的合作币啊。河北的包装还是比较不错的啊。现在他们都是开放盒，河北公博的开放盒。都是相对比较精品吧。我们开放盒可以把盒子拆出来啊。一个就是顺治满汉轩，我们光线过来一点啊，过来一点，满汉轩啊，状态满汉轩，这都是我精挑的顺治，就打了个82分啊，真的是很严，打了好多的浪费钱的东西啊，85分，啊，都是开放盒，啊，海皮样的，海皮样的这个东西啊，放到这边，对，一堆的来。这一堆都是啊，那么它打开来看一下，这个币证是怎么能给它弄开来的呢？啊，顺治80、80，这些都是有封的啊。这些呢，我们也没打算卖，就自己留着玩的吧。啊，这个都85的状态，币类多好，房量味道的顺治啊，都很漂亮的啊，这种才给个85啊，这么漂亮。那条好像都是顺治应该。啊，19个顺治，有好多林彪的，你看林彪的康熙南，啊，林彪，好多林彪啊，大定林彪，满汉台给了个75分啊，太凄惨了。我觉得好像这一枚币可能是华夏也出过分的那边，哎，反正这挺惨的，75分有点太过分了啊。太平天国拿个07，拿个03。有个8的，零几啊，零标很多，那一半零标吧，差不多。这批盒子是要损失比较大的，这是几个85的啊，这个满汉贵就打了个82啊，这个贵买了600-700块钱就打个82啊，这么好的评价啊，这康世宁评价也很好，这个都没给85，我觉得这个房量钱里面精品啊，就没给85啊，这个封确实有点严了，有点过分的严了啊，再看看这一批啊。还有这一批，还有一部分是粉丝的，一个粉丝也打了一部分，我打了一部分，粉丝打了一部分，还是要这样子会比较好弄一点。对，因为它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弄开一点，它整个就这样全部弄开来啊。对，一个河下水，结果也给了个零标啊。这么好的品相给个零标，好惨啊！河下水啊，正字品相还是不错的啊。这几枚可能是粉丝的，黑虫子一小波，粉丝他品类币打的还可以，分数打的还不错。这个也是签字，签字还是我的。这个签字给85分给的有点松了，我感觉。这进虫还是粉丝的啊，这几枚好像是粉丝的，来看一下。啊，粉丝给它放在这里，大家看一看。大致的一个情况和状态啊，很惨，这个是宽字长点通，粉丝的退群好像是粉丝的，就留着。他送了一部分，我也送了一点啊。这是中原好像是粉丝的，这是呢我卖给他的1200卖给他的加清单样啊，状态特别好，85分啊，开放盒85。这是他自己的几个币啊，雍正04、雍正04、雍正单样零标。
对，你们不要相信那些。这是他的镜头，好像还是我的吧？这个镜头是这几枚冰，好了，等下去对一下吧。那大定是我的啊，这个大定声音好的不得了，给我一个01，这个而且给个75分，你觉得这个是75分的状态吗？有点过分啊，打的，哎，声音很好的，给个01，有点过分啊，真的很过分，还给75分，我觉得这个最起码也就80分、82分嘛，两个都是啊，满汉服也给了个零标啊，零标。满汉贵给了个07，这个也是好几百买的那个满汉贵啊，给了个07。这个其实还好，这个嘉靖给了个01，那尺寸打小了，这个有27.9的一个嘉靖啊，给了个01。雍正给了个06，这给了个07。这个是我在那个那里买的那个顶级的雍正，还好给了个85分。但他85我感觉就是他没办法给更高的分了啊，这个状态也很不错的一个，给了个85。那也算是一个小极品。这么多零标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是吧？八个、九个，都是零标啊！默默回来的，个人送品的零标的数量很恐怖啊！剩下都是零标，这边的话零标一个零标啊。对，这个签字好像不是我的，楚红退小锅是他的，好像。那我等一下给他封一下，这个可能是我的啊，这个可能是我的这个币。忘了，那这一批也给它打开来看一下啊。哎呀，弄的都现在都懒得去搞那么复杂了啊。马汉轩这给了个85还行，那给了个零标，这个行将这个我也好几百买的啊，就给了个82，我觉得这个品相85随便打打的呀。马汉元这倒给了个85，这个其实弱啊品相，这马汉元也给85了。其实分数上也打得还好，就是零标打的有点多了啊，这些零标的，这个嘉泰华夏都没给零标，公博给了个零标啊，华夏没给零标，公博给了个零六，个人送评的分数有点太恶心了，这个给了个82，多好的评价给了个82，我都不知道他咋想的，我操，这个签字给了一个82，这个还好，穿口毕竟有那个伤的，扣分我觉得能接受。这个是我的，打了个长字方孔，打了个05，这个打了个那个打零标啊，这个打了个真品，我都无语了。这个07啊，这个07，这个康熙是我特别喜欢的，他也没有失望，我失望啊，还是给我打了个85，这个是一个房梁钱，我特喜欢的。对，零标是一大堆啊，看看这桌子上的零标的东西的量非常非常大啊。这个是85的，8285的满汉轩，这个是82的，28.182的满汉轩，这几个我就给它放边上吧，这几个就不算了啊。你看这么多的零标，这么多的零标，一大半的零标，真的老伤害人了。你看，这堆都是零标，都是零标，那么全部零标，个人送评河北公博开放盒的状态啊，零标状态。基本上都是凉凉的啊！你看这个真品，这声音很好的，给我打个真品，我都无语了啊！这有啥呀？这声音这么好呀？这种打个真品，你看到吧？打个真品啊！我都不想说啥了啊！对，这么好的状态打个真品，对吧？还说我很贵啊，太过分了！你看这03，这个也是啊，05，这声音都是非常好的啊！我跟你们说，声音都非常非常好，然后这边甚至是我精挑的。听到声音吗？都很好的啊，所以他还给了个03、05，我都不知道他那个裂在什么地方。对，因为我们收的时候也没有，确实没有看那么细啊，损失惨重啊。然后这边可能是粉丝的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8个、9个、10个，对吧？好像少了一个吗？雍正应该有两个多。还有雍正可能在我这边，还有个雍正吗？这是我的雍正，哎，好像没看到吗？他应该也有两个雍正吧？这个雍正是这个样子的，乾隆那样，这有7个是这个吗？忘了，好像是6个吧，我记得。
行吧，等下去看一下他的对账单吧。行，拜拜。